看起来是专家耶，不过看他一直背一直背，大概是背书专家吧。 Expert 专家， Expert 专家。假冒专家的专业知识都是一直背的，一直背的。 Expert 就是专家。用Coco的教材学英文真的是很有效率，用活泼有趣的动画记单字和自然发音，让我这个很久没有碰英文的人啊，压力不会这么大。谢谢Coco龙让我爱上英文。大脑对不同感觉讯息的接收有不同的吸收率，大脑对视觉的接收率最高为83%。现在就有一种叫做733右脑图像学习法，它不仅加强了有形的画面与无形文字的结合，可以让你的学习更生动有趣，更有效率。以上影片由Coco龙右脑图像学英文提供。